本土台湾省新闻的现场，想继续关心的是连续举办进入第五年福冈山百万人新学行脚托钵活动，十九号暗时将在嘉义火车站来聚集出发，沿途将由福冈山的法师来带领，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共同扶持着教育和文化的事业。福冈山百万人新学行脚托钵，元气以星云法师又感到教育问题愈来愈多，兴办理想大学改善高等教育的本质。对民国八十二年开始，凝聚着百万信众的力量和信念，筹募经费提倡来办理着大学，嘛，让信众有机会发心。在福田，因为有大家的发心扶持，所播下的经济未来会当成就无数的国家栋梁。今年度嘉义地区百万人新学行脚突破活动，一定准备伫咧十九号夜晚来举办。福冈山元和市嘛，邀请民众共同参与，扶持教育和文化事业。每年都由福冈山的法师走遍呢我们台湾各个乡镇。那用传统佛教的行脚托钵的方式来让大家随缘种福田。那这个行脚托钵呢的队伍，这个法师会从我们的这个大街小巷经过。那民众的参与方式呢，可以在家里设香案，这个鲜花素果，那供养佛陀。那也可以呢准备一些呢这个铜板，或者是一些小小的金额来放到法师的钵里面，那跟我们的大学结缘，那让我们所创办的大学能够依着这个佛光山所说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这么一个理念呢，教育出我们很优质的下一代。福冈山为着募集大学教育的基金，二十多年来，以法师和民众共同走入人间行脚托钵的方式，一步一脚印创办福冈体系五间的高等教育学府。福冈山嘉义县福市将要伫咧十九号举办百万人新学行脚托钵，六点由嘉义火车站出发了后，一路行到文化公园进行定点表演，嘛，机关大众会当共同参与，共进教育的福田。最新新闻，张玉平、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